这边是印尼风味的一个 cafe， 叫拉萨利亚，老板是印尼人过来的，印尼华侨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在我们的笨珍的这个terminal， 就是巴士总站这边的对面。这边卖很多一些印尼的口味的食物。这个就是它的 menu 咯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是印尼风味的，当然还有一些西餐啊，还有马来西亚的椰浆饭之类的。你看一下它的这些价钱啊，哦，都非常的蛮便宜的啦，也不说很贵。那这个的价钱也非常的便宜，也是非常的合理，价钱都非常的 OK。啊？有汤没？鲜鱼翅米粉汤。先来吃完了，看一下我们的蛋包。嗯，50块钱都有的找哦，真的很便宜。